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那我们怎么庆祝啊？哎，温瑞凡，你真的太过分了吧！你居然为了那个小贱，你可以连爸爸跟安哲你都不顾哦！姐姐，你相信我，姐夫他绝对不会抛弃你的。你又怎么只敢讲这句话啊？如果我们之间只剩下尊重、责任，那也许就不是爱。 某人啊，因为跟姐夫有问题，姐姐当然受不了啊。你很幸运哎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给魔鬼挑重的。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一件事，跟我离婚，可以吗？